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要玩今天要玩太像食物。好像食物。我现在很快吧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妈自己做的奶茶，鲜奶茶，因为我不太能喝奶精的。但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卡迪娜。最后是这个，就是奶酥上面的。哈佛的巧克力，然后首先呢，先来喝这个。我是喝无糖的，不对，有糖自己加糖。然后第一周两个味道，红茶跟牛奶味道。可是可能红茶不要放太多，牛奶的味道不是那么浓。再来看，卡迪娜。长得是这个样子，长得好。好，然后呢？好吃。这巧克力，咬一口，蛮好吃的。那明白，他们，刚刚有看到，我们是，我们什么味道？可是，他不牛的这个，好吧，这个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Thank you.